结交上人及其对所造人格的影响，一切赠送传归安乐，终是惹得辱。安乐在《国良经》中说，在那日，一般朋友将互相仇视，为今为日，自不然。我见证万物非如未有安乐，多以无偶。我见证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仆人及其使者，求安拉赐福于他及其家人以及所有圣门弟子和跟随他们的众人，直到报应日。人类天性是社会性的，不可能立群孤独生存，不可能保持世界和大周围的一切。毫无疑问，朋友对朋友的行为道德和思想有积极的或消极的影响。善良的伙伴，善良的伙伴是活得近乎良师的幸福的原因之一。毫无疑问，我们要塑造具有道德和人类的价值的善良的人格，一边培养出拥有美好品德的见识，而不会破坏具有自我发展与进步能力的，让公共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一代经营。伊斯兰教法命令塑造能够真正的全面的意识到祖国所面临的危险，并远离各种灾难的善良的人格。正如安拉所说，你们当防备一种灾难，否则受害的绝不限于你们中的不一日。你们要知道，安拉的刑罚确实严厉的。教法规定，人不要是有于不愉的，应该诚实的遵循真理，不要与妄言的人们一刀妄言。牧师说，你们不要随波逐流而说众人做得好，我们就好好做。如众人怠慢，我们也怠慢。你们当坚定理念，众人能做好，你们也要做好。众人的怠慢，你们却不能怠慢。毫无疑问，结交善人是对塑造人格有很大的影响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朋友对朋友的行为道德和思想有积极的或消极的影响，因为古兰经圣经经验和现实中有许多证据证明这件事情。结交善人对塑造有益于宗教、祖国和社会的善良的人格有很大的影响。牧师命令圣门弟子选择善良的同伴。阿布巴克在认真的喜爱和善待牧师方面做出了杰出的榜样。阿伊莎传出，当先生夜行阿克萨日后，人们开始谈论此事。有一些原先信从先知的人搬家，一个多圣教徒的透面人物赶忙到阿布巴克跟前说，你快来听你的同伴在胡说些什么。他说他在夜里去了
亚鲁萨林圣地，阿布巴克问他们，他是那么说的吗？那些人说是的，阿布巴克说道，他那么说，那必定是真的。那些人又问，你真相信他也离去了亚鲁萨林圣地，天亮前又返回来了？阿布巴克说，是的，我确实相信他要比这更不可思议的事。我相信他有关天使往来的任何消息。圣门弟子在人群的喜爱、无私奉献、积极的行为、关心和连续方面做出了最杰出的榜样。诺曼尼·布德巴谢的传出，牧师说，牧民在彼此有爱、关心和连续方面，譬如以身躯，一窍不失，容身为之不眠和发烧。结交善人，适合的定时和后世赐名的图形。牧师说，按了转派一些前线到处寻找纪念安拉的场合，当他们发现一个人们都在纪念安拉的场合，就向他们一起坐下，互相用翅膀将他们围起来，不讲该地。当他们记住完，比赛开始，天前圣上天空明察的安拉故意问他们，你们从哪里来？他们说，我们从你的仆人那里来。他们在纪念你，说赞您超越你最伟大，万物废如，只有你葬送归你。他们还向你祈求呢。如说，他们向我祈求什么呢？天仙说，他们祈求你的天堂。如说，他们见过我们的天堂吗？回答没有。如啊，如说，假若他们见了我的天堂，又会怎么样？天仙说，他们还求你保佑呢。如说，他们从什么方面求我保佑呢？天仙说，如啊，从你的话语方面。如说，他们见过我的话语吗？天仙说，没有。如说，假如他们见了我的话语呢？天仙们说，他们还求你饶恕呢。如说，我已经饶恕了他们，他们满足他们的要求，我保佑他们免遭惩罚。天仙们说，他们中有个人犯罪多端，而且他只是路过这里跟他们坐了坐，如说他也被饶恕了，跟他们同坐的不能保护。结交善人，在定生和后世都会有许多善果，其中包括：一、结交善人是安拉的喜爱仆人，进入天堂和免入火狱的原因之一。阿布霍莱拉传出，牧师说，有人谦虚灵爽看望他的教宝，然后按了沿途位派了一位天仙，这人已上路。天仙就问他，你前往何处？他说，我想看望
邻村的交保，坚切问你受用，你受用过他的恩德？他说没有，我只是为主而喜悦他。天显说我是阿拉培育你的使者，阿拉却已喜悦你，如同你为阿拉而喜悦他一样。基教神人设计在复活日和他喜欢之一切必集合的原因之一。安拉斯的传出，一个有某人问安拉的使者，某日在何时？安拉的使者说，你为他准备了什么？他说喜爱安拉和他的使者。使者说，你和你喜爱的人在一起。安拉说，信仰伊斯兰后再没有比这句话更让人高兴的了。他还说，我爱安拉，他的使者阿布巴克和奥马尔，即使我没做他们的申请，但我还是希望能和他们在一起。基教善人让人记起安拉，也是活的天使及清河后是此门的途径之一。真正朋友是其兄弟的通经，他命令他行善，禁止他的作恶，爱他的兄弟如爱意。安拉说也是光明师，一切人却是在鬼市之勇为行道而皆行善，并与人力相传，也将人相面的人自不然。安拉的传出说，他说安拉的使者说，帮助你的兄弟吧，无论他信鬼或是被鬼。一个人问安拉的使者，安拉的使者啊，如果他被人鬼了，我应该帮助他，请你告诉我，如果他鬼了人，我怎么帮助他呢？使者说，你只是他信鬼，这就是对他的帮助。真正的朋友看见他朋友远离人力的道路时，他命令他行善，并提醒他远离作恶。父子将受到安拉的刑罚。安拉说，他的朋友的态度对他说，你不幸遭误入吗？他创造你，享用泥土，利用泥土，然后使你变成一个完整的男子。但是我说，安拉是我的主，我不以任何物为我的主。你走进你的原铺的时候，你怎么还说这件事是安拉的意欲的？除安拉外，我绝无能力。如果你认为我的财产和都不如你，那么我的主或许会赏赐我比你的原铺好的东西，而将与你的原铺也使它化为尘土土的土地，或远离的水一等江河。你就不能寻求他的财产，创造毁灭，远离的葡萄嫁到他在地上，他为将是原部的费用而反转他的粮堂。他说，但愿我没有把任何物被我的主。耶教圣人对塑造善良的人格有积极的影响。耶教坏人
对素高破坏的人有个消极的影响，结交坏人会导致听候两世的中的心法，结交坏人会破坏高尚的价值观和美好的品德，也导致传播谣言，坏人提醒他朋友做罪恶。在古兰经中，安拉讲述了一个坏人的故事。安拉说，于是他们走向前来，互相谈论。他们中有一个人说，我有一个朋友，他问我，你确实诚心的吗？难免死后也变为穷途和虚无的时候，还必定要说报仇吗？他说，你们远看他吗？他俯视下面，就看见他在火狱的荣阳。他说，耶拉法师，你的确几乎陷害了我，如果没有我的主的恩惠，我必在被狱今日热烈。我们不是在死的吗？唯有我们初次的死亡，而我们绝不会受惩罚吗？这却是伟大的成功。工作是应当为获得这样的成功而工作。又说，在那日不一日一面要说一面说啊，但愿我曾与世事采取同一道路啊，爱在但愿我没有以某人为朋友。今年即将临之后，我确意是我违背他，恶魔向来是一欺人的。牧师告诉我们，罪恶的伙伴犹如一个蜡封箱的铁匠。牧师说，清廉的伙伴和罪恶的伙伴犹如一个卖麝香的商人和一个蜡封箱的铁匠。你跟卖麝香时相处，或者他送你一点麝香，或者你卖一点，或者你可以从他那里闻点香味。跟蜡封箱的铁匠的相相处，或者他烧坏你的衣服，或者你从他那里闻点臭味。坏人让他朋友走上毒品和成瘾的道路，这些行为都让人走上迷雾的道路。坏人让他朋友受到今后两世的安拉的心法。我说了以上这些，求安拉饶恕我和你们，一切赠送传归安拉容师的主。我见证万物非主唯有安拉独一无二，我见证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仆人及其使者。各位穆斯林，我们都应该尽量避免结交坏朋友。安拉说，他确意在这经典中启示你们说，当你们听见安拉的迹象被人否认而加以嘲笑的时候，你们必与他们同罪。安拉必定把未信之和不信之全体集合在火狱里。又说，当你们看见他们谈论我的迹象的时候，你当避开他们，直到他们谈论别的事。如果恶魔使你忘记，那么在几期之后，你不要再与不义的人同坐。牧师说，一个人的信仰
受其朋友的影响，所以你当考虑与什么人结交。又说牧师说你是当结交牧民，与两级职工参。我们强调结交上人对塑构人格有很大的影响，所以每个社会成员都应负起自己的职责，每个社会成员都要了解这种责任的严重性。牧师说你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牧羊人，你们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羊圈负责。领袖是牧羊人，要为自己的百姓负责。男人是全家的牧羊人，要对他的家人负责。女人是丈夫家中的牧羊人，要对家庭负责。仆人是主人财产的牧羊人，要为所管理的财产负责。你每个人都是一个牧羊人，都要为自己的羊圈负责。我们应当通过家庭、学校、亲身词教育和关注教育和保护我们孩子。我们要为自己的祖国而自豪，要团结一致来保卫它。关注我们的孩子和青年人，为他们选择善人是一个重大的责任。安拉说：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当为自身和家属而预防那一人和社会燃料的火星。牧师说在父生日安拉将审问每个管理者，要对自己所管理的对象负责，细心到责任了还是没有做到。主啊，求你让我们选择善人，求你让我们得到结交善人的善果。